不要只用一侧牙齿嚼东西。猫小帅不管吃饭还是吃水果，都只用一侧的牙齿嚼东西。来，给你，谢谢。猫小帅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，为什么我的脸一边大一边小？你平时用哪边的牙齿吃东西？这就是造成大小脸的原因了。是因为猫小帅总喜欢用一侧牙齿嚼东西吗？是的哦。我也这样，可我就没事呀。要尽早改正这个坏习惯，否则你的脸也会变成这样。严重的话，还可能引起龋齿、牙周炎，甚至咬合疼痛。太可怕了，我马上就改。医生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从现在开始要用两侧牙齿来吃东西，慢慢就会恢复了。嗯，我记住了。小朋友，你也要注意哦，千万不能只用一侧的牙齿嚼东西哦。Nice cat! 点击订阅我们吧。